对吧？就让我们用一个没有皮肤的小女孩。为什么没有皮肤？因为我没抽到呗。开始，你看我比他们长得矮，我比他们长得矮，我感觉我跑得会比他们慢。我感觉我腿短，我的天哪！我啊，我真的腿短。不是真的腿短哎，宝们。不要他那个了，我这两个都还挺好的。我一下就变成第二名了耶！哎，拿把枪，嘣！你猜他会不会被打到？哎，那我喝一瓶酒。这个时候就是看我们谁能第二个上了。我是第二个，我是第二个。哦，我果然是第二个，完了。刚才那下算呢，我刚才那下算，哎，我又拿把枪，我这把怎么净拿枪了呢？嗯，他人呢？嗯，他人呢？我摸到那么靠前呢，真的会觉得。我跑得慢一些耶，有没有感觉？我就第一名了，哎，我觉得有希望，这就叫做后来者居上。我真的觉得会有点腿短。哎，没吸到我，但是我好像要第一名了耶。啊，起步跑的时候觉得比他们跑得慢。哇，我怎么总是在最后一步的时候拿一把枪呢？嘿嘿嘿，又是第一名。